咱们的小陈哥哥又发微博了，首先谈到的问题是特训战场匹配问题，以后你90级的玩家休想打我120级的。然后就是取消分散，实行全服互通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挨全服大佬的打了。其次打击小广告，尤其是全服金色喇叭，某 C 的太多了。载具整体优化已经提上日程，预计三月底时装，也就是下次更新咱们就能体验到第一人称调整进化武器钻研方式，高等级钻研材料替换低等级钻研材料，大学希望谷幽灵据点副本结算时可以自选钻研材料，这个优化太好了，希望早点上线，那样我再也不用打二级三级的副本了。